星巴克台中力宝门市正式开幕，所以呢有非常多的消费者热情的来支持。那星巴克台中力宝店呢也特别推出了一些优惠的内容，那么让消费者呢可以有最优惠的方式来喝到最好喝的咖啡。我是从力宝奥莱 FB 上面得到这个讯息，然后因为我是住这附近，所以常来，所以知道说，星巴克的位置，然后就刚刚好就运很幸运的拿到第一名这样子。来第一次我，但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地点，所以我在上面还问了一些人，然后就看到有个人从这边冲过来，哦，原来星巴克在力宝的这个点这样子。然后我是从星巴克上面的 APP 上面知道这个讯息。力宝奥莱梦也特别有推出了非常多各款的福袋，那么主要呢都是我们的专柜厂商他们所提供的，所以如果消费者要抢好康，一定要在大年初一、初二以及整个春节的假期来到力宝奥莱梦哦。